多多，超多，你真的要吃完哎、欸！你今天要坐哪边？坐哪？坐哪边？我也要半身。那我要坐，好吧？那我要坐这边。哎、欸，坐哪？你最后怎么会要穿这个？爸爸全部都搞到你了。耶，停停溜溜。等一下那个碗都不见了，来留在那边位置，有没有跟你的胖兔牌不在一起？再多一点啊，再多一点啊，对，差不多。你要一半啊？你要什么？泡菜是吧？好，弄个小碟子给你，先拿过去就好了。那你吃得完呢、啊？不要拿那个小碟子，拿那个拿粗一点就好了。那你吃得完呢、啊？没有，把那个夹出来一点。不是用你的筷子给它夹过去一些给它。不要啊！干嘛？你在家里不是爱吃很多？什么？不要想我。现在五分之二。金钟。那再来。就那给我个五分之二啊。好，下一个再夹啦，先把那放着。给我十分之四碗。我金伯承都没吃肉哎，你有吃鸡肉吗？有。我没有看到金伯承。啊、金伯承好像也没吃。有啊。金伯承有吃吗？很好吃哎。有。有。没有啊，你。啊，你的碗怎么会跑到那边去？我吃啊。我说哥哥啊。有啦。有，用汤匙舀，用汤匙舀，来汤匙舀。可是你们木耳都没吃、欸，我拿过来。木耳很好吃哎、欸，我要吃木耳。我拿到旁边。木耳配那个、啊、配鸡肉，吃木耳对身体很好。绝顶皮。对，可以让你的头发更黑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黑色的、啊。你有我张灯来，住进店啊，你看，是啊，你看，来照一下，照一下，哦，张灯来住进店啊。嗯。这个要是哪一道？带一半回去啊！好啊，先生，好啊，等一下带，带一点就好。好了，要回去你带一点可以带便当就好。好了好。礼拜一可以带便当。好，等一下你自己装啊，你要装多少？一半一半嘛。小品品。不用了。他每次都嘴巴没有东西才照，他就变成都没办法笑。嗯。那你怎么吃上去？因为太胖。所以你要来吃啊？没有，我不是好像在录影。不用汤了。不要动。你要吃喝饮料就好了，结果就好了。这么热热汤热水。快瘦！你吃完了吗？没有，快瘦！你怎么这么瘦？又不是我的吧？因为我是怪瘦。啊、为什么我怎么会有绿米肉？你奶奶，好、哦、啊，快瘦，你怎么那么胖？你吃完了？快瘦，你太瘦了哦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怪瘦。那、嗯、他为什么是怪胖？平平哥太平平了。因为他很挺挺又很胖，很挺挺又很挺挺呀、啊，这是有不一样的意思啊。对，嗯、很挺挺又很挺挺。根本就不吃辣的，他比较特别。哦，他们都不吃什么蒜啊、辣啊、姜啊。所以爸爸说叫你炒空心菜，我炒小空心菜都不加蒜，所以我就炒。苹果姐姐问你为什么不吃泡菜？太给光，太挺挺了。我帮你改一遍。啊，太挺挺了，辣，我不要那么挺挺。你不讲那个没有人听得懂，太挺。太可爱了嘛。快点吃啦！你在干嘛玩？我那个，那边要不要吃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我要吃什么？不要，吃什么才更生气？好呀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原谅你，顾客牌在哪里？
你不是有带吗？没有吧，要带啊。又忘记了。我还要带，结果以为这边有，真没有。应该有吧？问爷爷。爷爷，这边有。